哦，好食这个，莫食。免规个就好，先规个哈。来，手垫好。哎，垫好，垫。放在前面放松的话，都免等的哈。舌头要顶上颚。啊。眼睛全部闭起来。一手先关。深呼吸，把身体拉直。吐气的时候，身体放松。身体要保持垂直，嘴巴下收，脸部放松，全身放松。默念南无阿弥陀佛，默念得好哈。乃请现莲上人佛，金龙庙天明，红路发佛妙桥，今天皈依圣人宫龙华圣会，一至中央点现莲万法超人胜利清。来，请咱了持金庙，心灵合体，红路主行显露一道合真，红路瑞世完清祭祖，历代祖先会当借姻缘，借口皈依回归天位，红路平复人心，身体健康，好好学道功德回向，日后修道有成，同情龙华圣会。身体气动灵动都没关系哈，放轻松，来做也没关系。来，你把我看要放大椅子脚，什么没关系。你还没皈依，手凹连为止，脚打涂脚。身体一样坐直放松，眼睛闭起来。来，请无敬老庙天明，请观世音菩萨来加持，和红路完成光彩，并为身心体健康，万事吉祥。身体呢，气动灵动无紧哦。来，交过去来，来，大家来，我紧，啊，这个地方莫搁倒空嘞吼，手后连为止，啊，这个动袂掉了，别开慢眼坐吼，啊，那身体也气动无紧，灵动无紧咯，把手开开，来，请无敬老庙天明，观世音菩萨来加持，何红路会当。病福病煞离身，身体健康。如果累世完清来提升，会当暂时个化开，我哋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会当好好学道，功德回向。来，一个来。坐好对吼，坐好对，莫坐好安尼。手后连了之后好，把手开开。来，请无敬老庙天明，请咱们各位来加持。红路完成光彩，平煞离身，万事吉祥。来。听讲，你敢听有落去？啊，有知安怎做未？嗯，知影吼。嗯，即讲我若甲你好好开，你就加减来学多啦，知无？来，请有伫金庙来加持，红路完成光彩，万事吉祥。恁同事嘞？
今天回去。还是讲伊啦，恁同修嘞？对对。对好啦，啊你去啊，来坐，身体有较好未？有啦。有，再继续吼，来。好，往后通。好，来手，然后。来，请这公司来加持。放轻松，知道吼？啊，就开开，放轻松。来，请观音佛庙加持。我红路平护你身体健康。你看你啊，头一抓来，安尼用要抓起，啊，即卖咧加啊吼。嗯。输啊，感恩啦。加啊好，加好紧啊，输无欠你这个感恩啦。来，手合掌，脚打好，手关节只较悬的可以啦。yeah.来，奥莲来接。来，请观世音菩萨来加持。身体放松，气动灵动无紧。你个向来？啊？自己来，你先自己安怎来？看红路来还是啊？人给你介绍来，同事介绍来，啊，叫你来这看伊，还是要来这学道？来这边求道。哦，安尼就对了哈、哦。啊，今天要求道嘛，要看一下，啊，怎么看了安那？啊，未歹，就给你找机会来，知无哈、哦？来，请观世音菩萨来加持。再加持，来，你嘿，我啷个加持？你即马来灵动啊，动麦个动哦，脚打头，脚打好。来，请布景老庙来加持，和红路完成光彩，平刷离心，为三魂七魄归体，蒙心蒙刷离心。来，你身体有较好无？有啊哈，手也好。来，请观音菩萨加持。来，再搁拜一拜啦，伊也收起。排好队，排好坐，排好队，排好队。哎，后边那个目镜的妹妹来，你难得来，那个，来大大来，来。啊，坐好。来，请妖弟今日来加持，和红路三魂归宫，七魄归体，蒙神接煞离身，身体健康。来，妹妹来。你别较低啦！啊，你当有较乖无？有较乖无？有搁跟老师大细声无？不会。不可以了哦。知道。搁跟老师大细声，恁母娘啊，给你打打哦。知道。知了吼。知。嗯。来，请观音菩萨加持。较乖吼、哦。刚刚跟老师讲，老师你要睡觉回家。
你生个老水呢呢，阿爸未生阿仔不？来，阿弟来，等下一小个一个摆一摆好啊。来，请多谢师傅加持。再加持。来，你来。来，请有地金庙加持。来。这不能别人搞定的。搞定吧。后来最后分析。去上那边那边看了。再问哈。来车九天都。后来车九天都要加持。红路修道过程当中如果那是有完成要来超度就给他开。都去天里去。啊是有这历代祖先那要来超度就给他去天里去。来这个两只好不好较开小个，来，阿玲过去啊！来，来，请手握好，来，请观世音菩萨加持。来，来这里，这里先来。来，这有地金庙加持。人家很好栽，都给你煮栽。来，妹妹来。来，请管理股票加持，再加持。来，弟来，你有几下在遮拢个收起来知无？啊，卡有卡好无？来，有来来加持好吼。那贤叔咧，甲你加持灵动啊，当日好，更加好是嘛吼？来，请好好贤叔加持，再加持。我拢对这身体不好，先处理啦吼。啊，所以恁若有当时有归一来，有分体，有三道，你若无重要灵疗做做得好。你看像这拢这身体拢还唔歹着。有当时你有机会帮做这有功德啊，迄等下更改领了做做就好啊，吼、哦。安尼，来，你身体有较好无？好、哦，来。啊，你讲下咧，学领了在吼。在、哦、啊，来。来，请有地金庙加持。迄、嗯、个，我跟你等下加持就好。来，你，这样身体安怎？最后来吼，来听九天代表来加持，来，
请神师来加持。来，那要发修的人排队来，要发修的人排队来。股票来好开吼，即马接新人工的副工主，即人工导员工第一来做出来，然后伊正稳定。好，可以。你若这条路要行，唔好今仔日扯十五路并存，想到啥意志要坚定。安尼，恁动手若想要甲你做伙做，才做你落来。一个要做，啊，一个咧盘盘，并免啊讲会成。安了解无？啊，你若无心头定，安那问都无结果。知影无？好。这阵工课个注意顺序无？工课若有顺，啊，代志若心肝若有开，就爱较起工行嘞。知影无？心情有开未？还好。无倒位无开，讲来听看麦。讲来听看麦。讲袂出。讲袂出来，迄种个就甲淡掉，知无？迄种拢不该话，就甲淡掉。听好无？佮怎讲？得你留恋？无嘛吼？无好单调，你遐戆要创闲啊？遐只认真较认真做，加甲只善友做伙，你心情较好啦。知无？好来。你定定，我来甲你处理。我如果跟你讲，我才做。你这就是这就拢转这种工课啦。哎，阿伯就莫惊我嘞。好。好，来接的来。哎，你今麦来这里做啥工作？我在学灵疗。你学灵疗啊？那你灵疗的认真好无？有吼。你这种嘴仔若学好，这个身躯若放下较低，你就好行啦。敢听我的意思？放会低啊未？对啊。想要放更加低？你知影我咧讲啥？你跟我读乌阳西道，听有无？来。
好，阿伯尽量给吊起来。一条连杆要坐，你莫看看哈。你知。好。啊，你今日今日讲了有熟悉无？有啊吼，啊听下落啊吼，有。好，即马来个工课做出来较好品，知无吼？恁若做出来，恁这灵性啊、稳定，什么物件啊，慢慢挖开去，了解无吼？好来，啊！你今仔进行这块，你这条灵丸绝对真欢喜，包括遐阴果灵蛮欢喜，所以你来做出来，安怎吼？然后你又直接使用这个灵丸，又愈稳定。好，好，你有当时较早来，还来静坐，或者另外来混坐，知无哈？哦，我十二点半。哎呀，知无哈？好，可以来。你今麦在做啥？今麦就有安排到的话就做啊。啊，我咧学灵疗的。灵疗，有上过几次了。啊，我给你排咧学灵疗哦。有教过几次啊？对了啊，我你该拜来拜五灵了，一是有拜五灵了。有没有教过几次的？教过几次要认真学啊！啊、嗯，好。现在只要给你们要学习，要赶快学，知道吗？啊！来，请有地金庙，那蒙神蒙煞的发挥。好。好，好，好，
冇电啊，去找工课啊，听无？知影无？家己个做袂完啊，要找别人个来做。只要你学一乖乖嘛好啦，是咪学一乖乖？伊个叫做无智慧个自闭啊，知袂？安怎清楚袂？你上一课。对啊，好嘞。来，你要这坐来，来阿边来。感觉无？有啊无？有吼。我背很痛。背很痛。来，起来，起来。你背很痛，安怎痛？我讲给你听。迄气降下，你就是小可甲冻掉咧。你知无？就是那个痛很久了呢，不是今天才。这拢有来，你即马手合掌，我叫来害两个，你也知。来，这女将来搞搞。这样很大个，你莫遐动啊吼，知无吼？害完你就知影什么病啊？来，请观世音菩萨来加持，把这人工鼻涕症给退开，再加持来。好当，再加持掉。等个手若要拍开，奥林匹克要拍。再加持，
你先拍开，手动我动。好，下去来。好，走向前两步，再走一步。啊，请菩萨加持啊！喊较大个，甲伊气泡开。有人来挂了。嘴巴下缩，再袂往后仰。有较轻松无？有就是安尼加持有效果，知无吼？好，安尼爬起来。你来即摆就是安尼精神出无吼？好来爬起来。你腰无舒适，莫坐伤久吼。好，站起来，大大起哦。来，妹妹起。你嘛起来。好，起。啊，有啥物学徒徒弟来？好，安尼可以起。伊也收袂。那菩萨再加持，起起，手握掌。那菩萨再加持，来坐，你怎个甲讲？我伊个该收走，你莫阁坐落啊吼！伊个该走阿过嘞。即马菩萨该气动灵动个动无紧哦。那菩萨加持，再加持，再加持。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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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你若行几座就拢松个，行海龟遐就较松啊。咱若较少来海个，是毋就松个？咱敢听我意思？咱知影袂？好。带伊来内底啦，带伊来内底。
这里真的不敢说爱啊。你当作家不好行了。现在红路在这儿，有在做领导，这功德可以给减低。所以要退开。天然上人讲，会当回好做领导，给你得功德安尼尔，安知影无吼？道场有道场的规矩在行，清楚无？有这样功德，给你做，你就要偷笑。日后就剩你看伊要认真做安尼尔。后来请那个上人把出阴灵给收起，回去天会。退开，那就别进来。今麦来灵疗，爱认真做，听有无？你今麦我都给你工课，就是安尼尔，很清楚。今天也要借这个机会跟你们大家说，以后在会议上在讨论什么事情，都要心平气和去讨论，不可以随性地说什么不做，不做这样，没人处理，没人处理，你来处理，你知道吗？是不用你给他处理，不是我给你处理，你了解吗？所以大家都不用随性，不要怎么处理，结婚敢未使为着你一人破坏规矩，敢未使？
免生气，生气也无效。我干来等予你一个好好做领导的机会安尼尔，知无？好来，请咱渔港代表，道场有道场的规矩，嘛袂使因私利破坏。这厝令我带开。退开。退开！好，退开！呀，苏敏，不是，你的心情真好，第一个退开的，你遐搞，你都免倒一只，我咧户口里，你就点点就好。来，请有敬老庙天明代表娘娘。那初灵初去天雷，好，背景个，安尼可以，照起工作就对。啊，无唔是师傅无度量，是上天唔帮你耍。玛丽完全接住我们帮你说你了解我好上岗全部目睭闭紧全部锁好上去所以师父电台给您开始道场给您机会是你要感恩，不是到道场，过来高敬你。啊，像我呢，是你要高敬我，我高敬你。看有未？是不是？还了解哦？你所有拢做慈悲，拢安尼，互恁万行拢方便，但是恁袂使随便。这天道也是有规律，知影无？安尼，好，上架来。以后好